大家好，我是 Garson。 今天是淡江大学一年一度的校长杯，先爆出一下去年的成绩啊，亚军啊！目标先放进死球。今天比赛两点比赛。你刚睡醒哦？是，没错，肿的一批啊。今天约12:30，我12:00才起床，真输钱，真输中年纪吧。昨天摸不到啊，很难摸啊。可惜了，我昨天晚上去打麻将。对嘛，你干嘛打麻将？比赛玩到2-3点，坚持到不会管一下，不打电话叫一下，到底在干嘛？有啊，刚起床啊。你输钱？什么？输钱啦，很乱啊，现在画面很乱。管一下好不好啊？不对，你就给我大牌放在啊。要，拿三牌，快乱动。干嘛啦？对不起，道歉啦。好，怎么办？
好冲！耶耶耶！好，今天是第二天，下雨了，然后我迟到了，完了。
大炮蛮强的，大炮蛮强，蛮难搞。来哦，哎呀，上！